打今儿起啊，你们就要跟我学宫廷菜，都上点心。庄老，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，您都收我为徒，我祖上都冒青烟了。不行，我今儿必须给您行一大礼。 您坐。成。师傅。师爷。爸，从今儿起。 我也算是您正式的徒弟了，师傅。什么？爸，您真要收凤和杨师傅做徒弟啊？没错。你就要把你这一身手艺传给儿媳妇，这就要把你们老庄家的祖训给忘了。 嗯，那是因为我想明白了。想明白啦？想明白什么了？这事儿我能想明白，还真是文军那小子闹的。文军闹的。就跟你们说实话，那天文军啊，居然炒了一盘菜，可他考试考的可是稀松二五眼。他非要说呀，将来啊，一定得当厨子。 当时我听着直闹心。你是得闹心，您闹心的是啊，一方面这孩子没大出息，是吧？心里不舒服。可您这孙子呀，看中您这行，敬重您这行，您又觉得特欣慰，是不是？我还真是这么想的。嗯哼。可这孩子才10岁，等他长大了，没准我就弯过去了，带着一身的手艺就进了棺材，是吧？想传孙子也传不成了。 那可是遗憾大了去喽。感情你这么做，是为了你孙子。哎呀，趁着我还有把子力气，我把手艺啊传给儿媳妇，将来啊让儿媳妇替我传给孙子，是吧？我孙子就是再不济有了这身本事，再加上继承了爷爷传给的那个庄家菜馆。 这一辈子，啊，总比那个没头苍蝇的爹过得踏实吧。人这辈子呀，只要凭着自己的真本事，凭着自己的劳动，啊，能挣一个养家糊口的踏实钱，那是一辈子福分。感情你是这么想的？没错。 订这个年夜饭的人多吗？还行，一直到破5啊，都有8成座。这就不容易了。哎，对了，大哥说了啊，老爷子又要拉这个过年的单子了，你又有的忙了啊。正好趁着过年的时候啊，我再跟老爷子多学一点，这一个月我能学不少菜呢。你跟大哥说，这个年货的事儿我来买，让他别忙。你忙得过来吗？ 又得在家陪老爷子打下手，还得盯着餐厅的年夜饭，干嘛把自己弄这么累啊？你要累病了，我多心疼啊！我忙得过来。这饭店的年夜饭呢，是有标准菜单的，后厨有杨师傅他们，这前面呢有小郑、小丽，我只要交给他们，我就不管了。那行，哎，你也学会当甩手掌柜的了，啊？ 反正过了年之后呢，餐厅是要重新装修的，我这订不订都一样呀。说的也是。
妈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完了。妈，你看啊，这米呢是有糯米、大米、小米、玉米森、白高粱米、红高粱米、大麦米、黄米、薏仁，还有鸡头米。这个豆子呢是有芸豆、绿豆、红小豆，还有白扁豆。这个果仁呢是有干百合、干莲子、干桂圆、松子、榛子、杏仁、核桃仁、栗子跟红枣。差不多了啊，你记住了啊，这些东西有的爱熟，有的不爱熟，可不能一块堆儿加，要不然有的就烂了，得分开了，一道道加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，妈。把那红枣先煮熟了，剥皮去核，再放到粥里头。好，哎妈，我想问您呀，这个腊八粥，腊八粥应该是腊月初八煮，咱们怎么初七就煮了？嗨，这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儿，这一年里头啊，这两天最冷，粥是腊八喝，可当天煮不出来，就得把腊七也搭进去。这腊八粥才能煮好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您赶紧回屋歇着吧。这腊八粥啊，就交给我了。嗯。哦，对，哎，你别光在咱们家熬，你那饭馆也煮上。你跟大家说，有那谁家想喝的又懒得做的，就到你那馆子吃去。妈，您这主意好，一会儿啊，我回馆子里让他们也煮上。嗯，您快回去吧，啊。太像了呀！大卫，以前喝过这腊八粥吗？啊，大妈，我来北京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次。哎，大妈，我想问问，你们老北京人为什么喝这腊八粥呢？啊，腊八啊，早年间呢叫腊八节，也叫佛腊。佛腊。啊，说了规矩啊。腊八这天，就是佛祖释迦摩尼正果成道的良辰吉日。那为什么喝粥呢？是佛祖喜欢喝粥吗？老式年间呐，腊八这一天，北京的各大寺庙为了庆祝佛祖正果成道，都会施粥，所以才有了这腊八粥。嗯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那您刚才奉这观礼上供的也是这腊八粥？对，上供神知，撤供人吃，这就是我们老北京人的规矩。嗯，我还真长见识。哎，要想学老北京的文化，还真就得住到这胡同里来，否则那就是雾里看花。哎，你这话说对了，老北京的文化深了去了。慢慢学吧，你打腊八起这个年呢就开始过上了。天有好事，下界降吉祥。既造又吃糖的，整个没咱什么事儿啊。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，这是老规矩。哼，封建迷信，别胡说，这是风俗，是为了给大家留个念想。
摆完了，赶紧宣布吧。你说吧。我就怕这事儿，你来吧。你是经理，你说。那我就说两句。啊。那个大家伙儿，先别忙了。大家伙儿，过来一下，杨师傅，后厨子哥几个。哎，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到我这儿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来。都到齐了吧？我宣布一件事儿啊！哎呀，别闹，快点来。那个，兄弟姐妹们，咱们这个接手醉八仙也小一年了，这一年呀是忒不容易了。我先给大家伙儿道个辛苦，道个辛苦。不辛苦，哎呀哎呀，三哥。赶紧说重点啊！对呀，有什么直说。行，说重点，说重点的啊！这不眼瞅着就过年了吗？这个年呀，对咱们醉八仙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希望兄弟姐妹们那个加把劲儿，啊，再辛苦一下。咱们营业到正月十五，从正月十六号以后开始给大家伙放假一个月。一个月啊！醉八仙要重新装修啊！等大家伙再来的时候，迎接你们的将是一个本儿新的醉八仙。行啊！这一年呢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们家老爷子说了，这一个月的工资照付。一个呢是感谢大家这一年辛苦了，第二个呢也给大家拜个年，图个吉利。爸妈，明儿祭灶王爷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好啊，今儿是腊月二十三，我带着醉八仙的员工啊，把灶王爷住上天了。哎爸，那我记得咱们往年都是腊月二十四号祭灶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官三，民四，传家五，咱们家都是按照老令过的。行啊你，那你也知道？那当然。凤儿，哎，拿着。哟，过年的单子下来了。嚯，爸，今年这单子比往年都全乎啊！今年是大年，咱们全家踏踏实实好好过年。哟，这芝麻节儿带塔儿的松枝儿，这可不好找啊！没地儿找也得给我找去，我还指那塔儿沾元宝呢。那松枝味儿多香啊，满屋的松枝味儿，还有那芝麻节儿。踩在地上咯吱咯吱的，那叫踩碎，多吉利。得嘞，妈您放心吧啊，我甭管费多大劲，我肯定让您啊用鼻子闻着松枝味儿，用脚踩着芝麻节儿。老大老三，哎，从明儿个起，咱们就得出城了，大扫除、剪窗花、贴对联、粘福字，全家都得忙活起来了。得嘞，凤儿跟着我。把正月里荤素的吃食都得备好了，等到了大年三十咱这家呀就不能动刀了。嗯，好嘞，爸妈，您二位请好吧啊，保证您高高兴兴过个大年。那些干果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都预备好了，就等着后天守岁了。Thank you.
凤儿，嗯，我那老亲家哪天过来呀？我爸说了，初三啊就来给您和爸拜年。你瞧瞧，哎呀，这些年年年劳他过来，按理说我跟你爸应该过去给我们老亲家拜个年。您二老岁数大了，我爸就一个人，而且现在坐高铁特方便，30分钟就到了。真的啊？哎呦，你看看国家现在发展多快呀，京津冀一体真是越来越方便了。哎，肥猪拱门，年年有余，四季发财，全家福。都坐，都坐。哎，行，赶紧请，坐啊。哎，今天啊，最辛苦的是凤儿和志斌两口子，这菜备的全乎，不错，不错。您这冷不丁一夸我，我还真有点受不了。哦，哎，爸夸凤儿呢，没夸你，听错了。那讨厌。戴维，在北京没这么过过年吧？以前跟朋友过春节，就是开个 party 什么的。像这么正儿八经的过北京人的年，还是第一回。大卫啊，嗯，今天你好好尝尝你师傅我做的菜，嗯，就这些的菜，在任何一个馆子里都吃不到。师傅，你这哪儿是菜啊？简直是一桌艺术品啊！我都舍不得吃了。嘿，这大卫这马屁拍的。啪啪啪，三儿，跟你有一拼嘞！我哪比得了他呀？他现在是爸的御用，小话溜的贼舒坦，拍的方位之准确，无人能比，自叹不如。哎，大哥、三哥，我能听出来啊，你是在挤兑我，是不是？大卫，别理我这两个哥哥，他们俩呀是羡慕、嫉妒、恨。嗯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宰相肚子里能撑拳，哎呦，再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呢。你这话把我们哥俩都装了呀。好的，别斗嘴了。姑娘们，过来。奶奶要发花了。戴上。哎。长命百岁，那成老妖精了。这又是什么说法？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咱们过年第一杯酒敬父母。来，妈，妈，过年好。妈，过年好。过年好。开吃。